为着甲警方约出示，复兴乡公所除了伫门口设置仪器，监测处理人员的体温以外，每一个柜台头前嘛装设了透明的阿库里隔板，来减少近距离的接触，维护洽公民众甲公所人员的健康。降低感染的风险，复兴乡公所每一个柜台头前拢设置了透明的阿库里隔板，来维护每一个人的安全。因应新冠肺炎疫情，为了加强防疫措施，复兴乡公所特别伫柜台头前设置了这透明的阿库里隔板，减少近距离接触甲飞沫传播的可能，维护洽公民众甲公所人员的安全健康。咱复兴乡公所哈，因为现在武汉肺炎有点紧张哈，全国性都有那个交叉感染的那种危机，所以说我们复兴乡公所哈，现在把这个所有的柜台用亚克力透明的亚克力哈，跟把它隔离起来，让民众如果说有了需要洽公的话，我们科室的人会自动前来跟他询问，然后我们的一般民众就不会走到我们的所有的办公区里面，所以说我们通通有做隔离的这个动作。还有我们所有要进来乡公所的话，我们也有那个自动的检测仪器，然后的温度，如果说它超过37度以上的话，我们会亮红灯，然后我们就知道它不能进来。我们也有自动的喷那个酒精来干洗手的这种机械的，我们统统有准备。我们希望说能够把我们的防疫做到最好。乡长指出，面对疫情也是袂当放松，公所嘛将尽力做好防疫的措施，希望让每一位民众都会当安心来公所请工，公所的同仁嘛会当放心来上班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复兴采访报道。